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今天有可以这么荣幸有请到我们的方琦老师来为我们做这个讲座啊。然后方琦老师呢，他是副教授，也是大陆的二级的心理咨询师，也是陕西省呢首届百名优秀心理咨询师啊，也是萨提亚的国际认证的婚姻家庭治疗师，也是陕西省的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也是陕西省咸阳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的副会长。那他曾经呢也任过陕西大康心理教育集团的心理咨询师和讲师，然后中国大陆的司法部的监狱警察心理矫治特聘专家啊，他也是咸安的这个培训学院的心理客座的教授。抱歉大家，今天我隔壁办公室正在装修。然后陕西师范大学的教师培训班学院的特聘的心理讲师，也是西安市总工会职工心理讲堂的特聘讲师。所以我现在讲了一大堆的这个 title， 大家可能就觉得会有一点隔阂。其实我跟方琦老师的接触，他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非常的随和，他讲的话呢也大家很通俗易懂，所以很期待这次演讲。谢谢，谢谢方琦老师。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嘛，把这个讲座的时间交给方老师，请方老师给我们做今天的这个爱的教育的讲座方老师，请您开始吧。好的，谢谢大家。首先呢，谢谢咱们华区，华人社区的服务中心，包括谢谢咱们的华联的会长张平，也谢谢彭一林，你刚才介绍了那么多，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事实上，我现在就是一个退休的，我自己定位的学心理学的大妈。我觉得在学习心理学的道路上呢，是永远没有止境，越学越有劲，越学越上瘾。我就真的是，想把这种感觉呢分享给大家。就是其实我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也是跟儿子，就是曾经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我和孩子之间非常抗拒的这样一个母亲，是一个妻子，是一个母亲。那么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在亲密关系里头。所以我就是又学心理学，我就希望把我，再加上我做咨询也做了有20年了嘛，就那么多的案例，所以我就想把每一个案例呢，都就在这儿，只要我把它呈现出来，大家一看，我们一分析，我都欢迎大家对号入座，真的是这样。有很多人讲，他说啊，不要对号入座，其实我觉得我讲的很多案例，可能你一听，你一看，你一想。就是他做的对的，你也做的对的，哦，你就更有信心了。他做的错的，你也做的错的，哦，那我以后要跟他拉开距离，是不是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尽量想给大家干货，不去讲那些名词呀、理论了，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我也很开心啊，上了这么多的群，然后我就会发现呢，很多群里头很多这样的课程，我觉得大家在理论上，而且我觉得咱们海外这些华人的家长，都是特别爱学习的，我相信这些理论啊，大家都听得很多了，只是落地落地落地，这个是我就很着急。就我们很多家长，就是我跟他去做咨询的时候，他说："哎，我跟孩子说话要温和的坚持，但是温和的坚持他只能做到什么呢？孩子乖了听话了啊，他对孩子是温和的，但是孩子哪一天又跟他好像对着干，马上他说我的那个打回原形。"对，所以后来我就想呢，我们都说对，孩子是亲生的，老公是自己找的，父母是生我们的，我们肯定是爱的呀。但是为什么相爱相杀？我自己呢，在做咨询的过程中，我就会发现这个爱是什么呢？大家工具没用对，就是你爱他，对，你给他嘴里头喂好吃的，你用的是叉子和刀子，你不会用勺子。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讲今天的爱的五种表达。事实上就是把你那叉子刀子换成勺子，然后这孩子爱吃嘛，他光看这勺子漂亮，他都把嘴张开了呀。然后包括是我们自己，所以我现在上来就一个案例，我跟你讲这个案例，其实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要闹离婚，就是这个这是一个男士啊，这是一位男士来找我做咨询的，可能也就40多岁。
然后就特别愤怒，他说："哎呀，就是我觉得我老婆有问题，我们婚姻也有问题，但是我老婆她不来做咨询，那我来，那我就问，就是最近一次，就是他们俩就可以说天天吵架，就是一说话就吵架，一说话就吵架，这个婚姻持续的，就是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男的就觉得没办法了。我说，那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最近的一次吵架是什么？就打吊针。"大家都知道那个大陆的医生特别爱给人打吊针，然后这男的有一天呢，可能就是有点发烧感冒什么的，一去就给他打吊针了，那就戳到那儿嘛。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一个他妻子的电话，可能妻子在电话里就比较急，就说有一个事情啊，马上要解决。这位男士呢，就直接是把这个针一拔，急的呀就去找他老婆去了，结果就是连那个就是。咱们不是打完吊针呢，那个针眼上你得贴一个什么东西，那个血就不流。但是他都忘了，就急得去帮助妻子呢，就忘了这事儿。等他见了他老婆，夏天穿的衬衣，那个血都把衣服弄，就都看出来都是血迹斑斑啊。结果他说："你看，我老婆一个电话，我就这么着急，我就跑到他跟前啊，就给他处理事情。我忘了我在流血。"然后我老婆第一句话。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打完吊针，你都不说安个啥呀？你都多大的人了，你怎么这么傻呀？哇，这个男的就气得就要命啊，两个人就吵起来。你看啊，看这个事情，男的在这个事情里头，这个丈夫事实上是什么？他是爱妻子，所以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就跑去帮妻子，而妻子呢，其实是心疼丈夫，对吧？又有你流血了。但是你发现没有，说出来的话都跟刀子一样的。他说："这就是我们俩的日常生活的对话。OK，所以这个男的说，我实在过不下去，我老婆不像个女人，她简直就是一个，反正说了一个很难听的词儿啊，就是你说他就还不是那人家那种女强人，人家有的女强人，人家在事业上很强，但是回来还小鸟依人呢。我老婆不是的，所以我真的过不下去了。OK，看。"在这个关系里头，在这个事件里头，你看一下，这位男士，他是带着爱来去帮妻子来处理问题。这个妻子说的话，其实也是因为爱老公，就说："哇，你看你血流成这样，你笨不笨呀？你傻不傻？你那么大个人，你都不知道怎么样，看见没有？"但这个老公就生气。事实上，你这个丈夫，你应该看出来。你老婆着急是因为看见你流血了，她心疼你，只不过她那个嘴说不出来"老公，我心疼你，你流血了"，她说不出来这样子的表达，她是用指责的、攻击的语言，事实上是在表达一个爱。所以我们再看，所以我在这儿呢，我就特别想说，我们说爱的表达，事实上是爱的感受也很重要。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呢，就是他好像那个接受爱。一个是表达爱表达的不到位，另外一个接受爱就像那个小蜜蜂的触角不灵敏。其实你就是你老婆大喊大叫的对你，但是她大喊大叫对你的后头，她是一份爱呀，只不过她的语言没到位嘛。但是你可不可以通过她这个烂包装，看到她那个关心你爱你的心？但是这个男人看不见，所以我就觉得呀，你看啊，我们第一要需要学会表达爱。第二呢，我们还要真正能感受到爱，就是透过他那个语言，其实你知道这个妻子是担心我的。OK，说到感受爱这一块，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很头疼。因为在我这儿做咨询的很多家长都说："我孩子是个白眼狼，从来都不知道感恩，从来都不知道感谢。"那这个白眼狼是怎么养成的？那我也想告诉大家，我当时呢，就是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我在高校里嘛，曾经有开了一个选修课，就叫情绪管理有效沟通。在这个课堂上呢，就是我是特别想培养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那种去付出爱的这个意识嘛。那我就去问问他，就是说，哎，你怎么爱你妈妈？你妈妈能收到这些孩子？我一问他，他三不知啊，就说我不知道我妈需要什么样的爱。你看啊，这些孩子他都是特别习惯于什么坐到这儿，
爸爸妈妈去这样爱他，那样爱他，有的时候爱的不到位了，他还非常的愤怒，他还要摔盆子打碗。但是呢，你怎么爱你爸爸妈妈？你想过了没有？没有想过。哎呀，我当时呢就我就把爱的五种表达，我就说是这样子的。我说同学们，你们把这爱的五种表达，拍一个视频。当时在我的课堂上，我说你问问他爸爸妈妈，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是能收到的。结果了，都发了，发完了之后，等到下了课了，然后再到第二节课上来了。我说爸爸妈妈都回了吗？大部分的孩子都说，我爸没理我，我妈回了，回的是什么？就是你问这些干啥呢？没用的东西，这些都是没用的。你就把你自己的学习顾好，生活顾好就行了，好好学习，分数考高。哎呀，这个我听到这个话，我都心里头特别难受。我就说，我想让你的孩子学会去爱你，去感受你的爱，也去表达他的爱。但是作为家长，你自己，你不告诉孩子说，你怎么样爱妈妈，妈妈能收到，甚至你会给他表达一个意思，你爱不爱妈妈无所谓。所以我就是觉得，在这一块呢，可能不光是对我们的先生，甚至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可能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我们也要教给孩子去感受我们的爱，我们也要教给孩子我们怎样表达爱。当然，首先是我们夫妻两个之间，我们两个怎么相亲相爱，让人家能看到，让孩子能看到啊？而我也去咨询过那些，二三十岁，就是30岁了，在单位里工作了很多年了，他爸他妈急得要给他介绍对象，人家就是不找，就是不谈。哎呀，后来爸妈妈就不行啊，就妈妈就把这孩子送我这儿来，就是哎你去找个方老师啊，给你做咨询啊，看你为什么不谈恋爱。就有一个男孩嘛，就在我跟前说。说老师，我看我爸和我妈天天吵啊，我觉得这个婚姻是个很恐怖的事情。然后我再看我奶奶和我妈妈这个婆媳关系呀，非常的糟糕。我奶奶整天作我妈，我就想了，我现在找个女朋友，就剩下让我妈作我女朋友了，就像我奶作我妈一样。哎呀，那我夹到中间，我可太难受了。所以就是。父母的这个家庭、这个婚姻、这个氛围，给孩子带来了一个恐惧感，让他不看好爱情，让他不看好他能建造出来一个美满婚姻，美满的婚姻关系。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的，就是我光是夫妻两个相爱，好像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怎么样还要把这个。就是把这个呈现出来，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白天打架，晚上床头和了，孩子没看见，孩子光看见你们两个在打架，然后孩子就会说：“哎呦，这个婚姻太可怕了。”OK，今天你在微信上其实有一个朋友问的，说：“呀，方老师讲的这个《爱的五种语言》是不是就是这本书？就是我们说，这个这位美国的这位心理学家啊。”叫盖瑞，查普曼博士，他写的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本书他讲《爱的五种语言》，他讲的是主要是两性沟通、两性关系。但是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呢，其实《爱的五种语言》，或者说我现在把它变成《爱的五种表达》，可能涵盖的东西更多。不光是两性沟通是爱的五种。其实你和孩子的沟通，孩子要收到你的爱，你也得用这五种啊，包括你自己爱你自己，你也得有这五种。所以我就把它，我想我把它就拓展一下，我不把它作为两性关系的一个表达。所以在我的课程里，我可能就想把它作为一个，只要你想爱别人，只要你想爱自己，那么你必须要做够这五个部分。所以后来我也把它叫爱商嘛，就我们说情商，现在各种各样的商数啊，情商、逆商，那我觉得我们爱商也要提高。我把它我自己总结的就五种表达，三个维度。五种表达这个呢，一会儿呢，我们马上我就给大家呈现这五种表达。然后呢，我们会用这个5次的课程，一周一次，我们来做这个五种表达的每一个的阐述。三个维度是什么呢？
爱的五种语言的三个维度，我想说呢，就是第一，我怎么爱我自己的；第二，我怎么爱别人的；第三，我怎么能感受和接收别人的爱的。其实，在这个，尤其是在这接收、感受别人的爱的时候，很多人，尤其是现在小孩子，他根本收不到父母的爱。就是他会要求你说，哎，要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标准去爱他，但是父母也是有局限的，真的是做不到的。可是孩子感受爱、接收爱的这个能力，我们给他培养了没有？包括我们自己能不能感受爱、接收爱？所以我认为，爱有三个维度，还有就是爱自己。就是在我做咨询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很多人，首先是因为讨厌自己、不爱自己，不爱自己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扭曲的，或者说是不健康的。那么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他也很难去准确的、正确的去和别人共情，去给出那份爱。那么你看，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你比方说一个妻子，她对自己自我价值感比较低，她对自己都是不接纳、不喜欢的，不悦纳自己。然后她可能去跟她丈夫相处的时候，她就会过多的去索取，结果夫妻关系可能就会不好。两个人夫妻关系不好的话，最后天天吵吵闹闹，或者是冷战，直接受影响的又是孩子。所以你看，最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爱的三个维度：第一，我们要爱自己，怎么爱；第二，我们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尤其是亲密关系，我刚才说了，父母是生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生的，先生是自己找的。那么肯定，我相信大家是爱的，但是你这个爱的表达准确不？到位不？还有人家父母给你的爱，你先生给你的爱，孩子给你的爱，你接收到了没有？也许呢，事实上人家给了，只是你不敏感，没接收到。所以我想呢，咱们这个5次的课程，我就是每一次我会带来案例去做一个剖析，大家呢对号入座，自我觉察、感悟、调整和成长。然后大家看这个毛毛虫。毛毛虫到蝴蝶啊，中间是有一个作茧自缚的一个状态。其实你看，其实大家此时此刻坐到这儿的时候，就可以想象一下，我现在是蝴蝶的状态，还是那个中间啊在茧里头的状态，还是毛毛虫的状态？大家去自己去评估一下，毛毛虫呢是个什么状态？毛毛虫的状态是非常非常无力的。是软弱的，是等靠要的。毛毛虫是需要爱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它很难主动出击，所以它对爱的需求是等靠要，因为它太软弱了。那么，在座的你自己想，你自己，就是毛毛虫是什么状态？比方说，哎，我看上一个，特别好的女生。但是我不敢追求他，我一追求他，他要是不爱我，是不是我受伤害了？这是毛毛虫状态，对吧？那么就是，哎呀，今天我需要跟老板打一个电话，我是打还是不打？或者今天在一个聚会上，我要做一个做一个沟通和表达，我应该怎么说？我说错了怎么办？算了，我还不如不说了。你看，毛毛虫这个状态呢，时时刻刻是在紧张的、不安的、惶恐的状态。OK。紧接着，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又软弱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主动出击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生命的第二个状态，我把自己关起来了，这个叫作茧自缚。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家长就会看到孩子在学校里可能受了欺负了，吓得就不敢上学了，待到家里了，或者到学校里哪一次考试考得不好了，哎呦，心情不好，连门都不出了，哪儿也不去了。OK，这个时候就把自己关住了。所以有很多家长来找我的时候，就哎呦，孩子不上学了，孩子不见人了，孩子不跟人说话了，整天抱个手机玩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个生命到这个阶段了。事实上，我们说从毛毛虫到作茧自缚到变成蝴蝶，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当他把自己缠到茧里的时候，那就是他的生命此时此刻需要停下来，需要安静。但事实上，这个时候作为我们家长来说，我们去怎么样去，陪伴他、倾听他、共情他、支持他、鼓励他、给他力量，最终有一天，当他有能量的时候，他自己把这个茧就咬开了，他就变成蝴蝶了，就自由地飞翔了。
对吧？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呢，此时此刻，都自己可以评估，那我到底是在哪个状态？那么蝴蝶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它是一个自由的状态，它没有那么多的恐惧，不像毛毛虫啊，这句话我也是不敢说的，这个地方我是不敢去的啊，因为我在这里曾经被怎么样了，所以我要回避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人讲，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吧？所以当你是不敢干任何事情，畏手畏脚，而且就是犹犹豫豫，那你可能就是还在毛毛虫的状态呢。当你敢去勇敢的，去尝试一些东西，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啊，甚至说你吃一个你以前没吃过的东西，你愿意体验一个不确定的啊，不管是环境、人，还是吃个东西吧啊。那么当你就是走出舒适圈的时候，你敢于走出舒适圈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变成蝴蝶了，因为你不再那么多的恐惧和犹豫了。所以我想这五次的课呢，我们每一次课堂上是要有练习的，到最后呢，我需要就是可能我说，哎，这一块我们应该怎么做？你要是你怎么做？我觉得大家都踊跃，不害怕，因为我们要成长嘛，就是要放下这种恐惧和担心。我相信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是安全的。另外我还想说呢，我们在课堂上分享的太棒案了！例。我在课堂上分享的案例，我是做过技术处理的，然后呢，我们其他的人，我们在课堂上有什么，就我们探讨的东西，大家也不要带到课后去啊，茶余饭后作为一个什么谈资啊，这是我提醒一下大家，而且我每一次课后会有作业的，然后下一次咱们来上到这个 Zoom 里头，可能我先问一下你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遇到什么东西了？你感觉到什么？收获了什么？或者觉察到了什么？然后又是为了，因为咱们每次就1个小时，我也不拖堂，所以我相信每一次可能就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也建了一个群啊，也感谢咱们那个张平会长，就是很积极的为大家建了一个群。然后咱们在群里呢，大家再探讨，就因为可能这时间来不及去回答问题。最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我发自内心的一个期待，就是等到这5节课完了之后，我相信每一个人基本上那翅膀，那蝴蝶的半个翅膀已经长出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疑惑、磕磕绊绊。就是我会给你讲一些方法，你在用的时候，就是在修复夫妻关系或者是和孩子的关系过程中，你可能又会有疑惑了。那么，我特别希望咱们最后呢，等到这5次课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线下的，有一个面对面的辅导，这样子就更能帮助大家成长起来了。对，这就是我先把我这个，我的思路啊，给大家先这样表达一下。OK，爱的五个表达，爱的五种表达呢，就是第一是言语，第二是礼物，第三是行动，第四是陪伴。第五是身体，其实今天呢，我们就可以从第一个部分言语来说，我说的这个言语，它不光是我们嘴巴里头说出来的、发的声音、说出来的话，事实上，暖心的言语表达也包括肢体，也是有语言的。其实我们和别人说话的时候，那个语调的不一样，别人收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而同时，你的眼睛在哪里看，你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所以暖心的言语表达，我想大家不要把它仅仅拘泥于就是嘴上在说话，你的眼神、你的动作啊，其实都是一个言语的表达。那么今天我们进入第一个部分啊，因为咱们今天是第一次，我就前面说的有点多，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啊。第一课，暖心的言语表达，先给大家看一个。公益短片啊！告诉你啊，再不听话，我就让警察给你抓走。哭，不知道哭，你瞅瞅你，就不要你谁家孩子都比你强。不行就不行，哪你能吗？别哭啊，给我憋谁让你哭了？不许哭，就憋知着。道吃，除了吃，你还会做什么呀？你一边带去，进屋吃。
怎么回事啊你？就折腾吧啊！你说你整天就知道听话，你就不能老实待会儿吗？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可就是控制不住。你是不是都把手机给扔了呢？一到睡觉就磨叽，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根本就忍不住啊！你也太肉了，十分钟之内必须刷好。爸爸，我错了，我改。后来我发现，我是在以成人的速度来要求他，总是没有耐心。他现在都不怎么理我了。我很后悔。我叫曹曦，16岁。我叫唐亮，16岁。我叫张强。在我12岁的时候，他爸妈就分开了。妈妈每天骂我，经常让我去死，说我没用，说我少废物，从来都没夸过我。我记得骂我最多的都是骂直脑子、直脑子、直脑子。每次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都特别沉重啊。其实我相信这些家长根本他也不想这样的说，但是他自己是情绪控制不住的。我那时候在西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家长成长的课堂，就是那种团体辅导嘛，面对面的。当时就有一个男孩子被各种医院都诊断的时候就是好动症，然后学校也不让这孩子上学，8岁嘛。就说他一到了教室跑来跑去动来动去，就是弄得大家都上不成学，也到医院也做了什么脑电图了什么的，好像都没办法。后来这爸爸妈妈就来了，就说哎呀，我们现在也就听说说，看有没有你就说我当时不是开的这个叫团体辅导的成长班，我们也就死马当成活马医，看一看怎么办了。说医院给那个精神科给开的药，把孩子把药一吃呢，好像是又没状态了，就整天昏昏欲睡。又一个8岁的男孩又不肯，老昏昏欲睡也不对啊。后来呢，这两口子就到咱们这成长班，最后其实发现是什么，就是这两口子说话太难听了，而且经常在家里头冲突打架，孩子被吓着了。后来我就说，你们两口子有吵架正常，那有没有吵完架跟孩子道个歉，就是爸妈妈没控制好自己，你好着呢，跟你没关系，对吧？能不能给孩子道个歉？然后孩子万一做错什么，能不能和言细语的说呀，爸爸妈妈是爱你的啊。就当然了，就我们当时课堂上就练习什么叫有爱的沟通嘛。哎呀，结果呢，我们那个课当时是一周来一次，结果到了第2周、第3周的时候，这个妈妈就给我发短信，就说哎呀，我儿子特别想这一次来上课，说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我说那他就问老师，我可不可以带他来。我说那他愿意来就可以带他来。然后他妈妈还说，我儿子就使劲问了，说这个老师是不是穿的白裙子。后来我说那他为什么问这个呀，妈妈就说他可能是觉得那天上的天使都是穿白裙子的，因为天使是会爱别人的。哎呀，我一听了我心里都就是很心酸啊。后来那一天呢，知道这孩子要来，我就真的穿了一条白裙子，孩子见了我呢就很开心。后来我们在那上课的时候，孩子就在一旁呢就在看书，等到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孩子还帮我们大家摆碗摆筷子，然后大家一起吃饭，他也一起吃饭，一点都不闹。所有的人说，你说你孩子好动症，一点都不好动啊。
这么安静的，这么有礼貌的一个孩子呀。事实上，为什么是孩子收到爱了呀？孩子收到爱，他就心就定了嘛。他没有收到爱的时候，他心是紧张的、焦虑的、慌的。就像你看，我想咱们在座的女人很多，咱们女人谈恋爱要是谈得很顺畅的时候，是不是干事情都干任何事情都觉得小菜一碟儿？但是咱们要是这个恋爱谈得很不顺利，那个男的也不说爱你，也不说不爱你，把你吊着，你是不是心慌慌的？对吧？孩子是这种呀，他爸爸妈妈给不了孩子这个爱的这种安全感，他可不就好动吗？结果这孩子就被诊断了好几个医院诊断的好动症，只要爸爸妈妈会说话会表达爱，这孩子就好动症就没了。所以我就是当时后来这男孩子临走的时候给我说了一句话，也特别扎心啊。他就说，老师，我突然觉得啊，你给别人吃一个糖，这个糖在嘴里一会儿就化了，然后就忘了糖的这个甜了。但是你要给一个人说一句难听的话，骂我的话啊，就像一个刀一样的，就是他就说那种好听的话就像吃糖，一会儿就忘了，但是难听的话就像刀子一样的戳到我的身上啊，这个就是这个不流血了，过很长时间这个疤都好不了。让他再说就是爸爸妈妈那个语言对他的伤害有多大。后来我经常讲课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孩子的话原话说出来，就是我们做家长听一下，这是一个8岁男孩子的话啊。OK， 我刚才说了，这孩子要好，对吧？家庭氛围要好，那么爸爸妈妈可能要会表达爱，对吧？就是不要老是互相争吵。那么这又来了一个案例了。我们当时有一群朋友，我们经常的在一起出去玩儿。这些朋友里头是女的多男的少，其中有一个男的，他过去还是一个当大夫的。然后呢，每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他都会主动的要给大家做饭。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到哪一个女朋友家去啊，我们有一个女朋友嘛，他们家厨房特别好。OK， 这男的就说，你们把菜买好，我去来做饭。他就说他要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大家替他买好。他来了以后做出来的饭菜太漂亮了。每个人都说，哎呀，你老婆娶了你，哎呀，就是你老婆嫁给你，简直太幸福了。结果这男的说，哈，我在家我从来都不做饭。我们就很纳闷啊，那你为什么不做饭呢？那你当时你谈恋爱的时候呢？他谈恋爱的时候还做，后来结完婚以后越做越不愿意做了，为什么呢？他说我老婆那个人从来嘴里没有一句好听话。他说你现在看我都退休了，我都60岁的人了，我就是爱听个表扬和赞美。但是我老婆从来不说，你今天把饭做好了，他说你这个菜切粗了，那个切细了，明天你把那菜切的粗细差不多了，他又说这咸那淡了，再后天你咸淡也弄得不错了，他又说，哎，你炒完菜从来都不改锅盖，那锅就落灰啊。你后天你把锅盖也盖好了，他说，哎，你做完饭抽油烟机怎么就开着呢？那多浪费电呀。他说这个女人就无时不刻的在那挑挑刺儿啊。后来我就很不爽，我回到家我再早我不做饭，你回来你爱做做，你不爱做咱们点外卖。 OK，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妻子把一个那么会做饭的有才华的丈夫就给培养成这样了。所以千万都不要说这个男的不懂爱，就是他跟你生活了20年30年，他从一个挺浪漫挺会表达爱的人到最后变成一个就是中年油腻男，谁弄的，对吧？你也不能说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啊。可能你看这个妻子，这就是我们说爱的言语的表达，你可不可以去赞美一下他？事实上不光是这个男人需要赞美，我们自己是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听到赞美的话？所以爱的表达啊，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赞美和欣赏的言语。咱们都看那个，咱们都那种听那个，你像我们陕西人啊，我们说陕北民歌好听，陕北的酸曲儿，那酸曲儿是什么？就是男男女女啊谈恋爱的时候啊，哎呦，你的毛茸茸的眼睛啊，你的粗粗的辫子呀，是不是啊？说你的脸蛋儿啊。你的眼睛啊多么亮啊，你的脸蛋多么红啊，你不说这些个赞美欣赏人家的话，人家怎么知道你爱他呢？但是好多人他就是不说。 OK， 那么咱们就先来问一下啊，就是我其实就对这个现象我很纳闷啊，我就
那么多的来访者，我就观察他们的婚姻，我就发现，本来说赞美和欣赏的话，好像我们都觉得挺容易，但是其实不容易。你看啊，为什么？就是你看刚才我说打吊针那妻子，她说不出暖心的话。然后呢，你说这个她老公不做饭的这妻子，她也说不出来暖心的话。为什么？可能第一不能是什么感受不到爱，第二不会什么把人和事儿分开，第三不愿什么，就是戴着一个眼镜专门挑问题，他就是不愿意看到这个事情有积极的部分。那么咱们可以来就还是刚才那个例子，比方说你先生手上扎的吊针，把那个针一拔就来了，流着血，就是因为你打了个电话，他来替你来帮忙来了，这是不是爱你？你感受不到是吗？然后呢，对，他把那个针拔了，血流出来，这个事情看起来很愚蠢，对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来说很愚蠢，这个事儿很愚蠢，但是这个人那么着急的来替他老婆担忧，这个人他的出发点好不好，你能不能看见呀？就确实事儿是蠢的嘛。还有一个不愿意，就是你看，就是我说那个大夫饭做的那么好，但是他老婆就是挑什么，一会儿咸淡的不对了，一会儿锅盖没盖了，一会儿抽烟机又没关了，就是人家给你把饭做出来摆到这儿，你吃上现成饭，这个积极的部分我都是看不见的，我只看那个你没做到的部分，这个就叫苍蝇妈妈。就包括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孩子做作业拖拖拉拉，拖拖拉拉，拖做了两个小时没有做完，你上来就是这么慢这么慢这么慢。事实上积极的部分是什么？是宝贝儿，你多么有耐心呀，你都做到这儿两个小时了，妈妈很佩服你的耐心，你先看到这是一个有耐心的孩子，对不对？那么你这么慢是不是碰到问题了，需要妈妈怎么解决？这个时候这个人就被看到了。所以我们经常就会说，当我们说不出来暖心的话，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三个，你不愿意看到这个人或者事情积极的部分。你只要想赞美想欣赏，我们说了嘛，爱的五种表达第一个就是赞美和欣赏的语言嘛，对吧？你是怎么做的？所以自我觉察一下啊，这是这一星期回去观察一下自己家的孩子，你在他的身上你看到有没有，就是你能感受到爱的那个，他爱你的那个部分，而你不是说只感受到他调皮捣蛋啊，或者说是不听话的部分，对不对？另外再看一下你的孩子能不能感受到你的爱，就是你是怎么样去表达这个爱的。所以我就说现在呢，就是很多人总是在强调，你去看很多讲座很多书都是讲我们应该怎么去爱别人，怎么去爱别人，我们要用孩子喜欢的方式去爱他，但是没有人讲我们怎么样去感受别人的爱，即便是别人给我们的爱的方式不是我们最想要的方式，但是这个后头还是爱，你能感受到吗？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盲点。 OK， 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来做练习喽。打吊针那个故事刚才说了，那个打吊针的那个故事，那么现在这个老公就是流着血跑过来了啊，老婆你刚打电话了，行，你先说我该干啥。你不能说你这么笨啊，你那血还在那流呢，你应该怎么说呢让他能感受到爱呢？怎么去表达呢？那咱们在座的谁来说一下试一下，我们每一次课都有课堂练习的啊。随便咯，依琳你给咱们挑一位朋友练习一下。 OK， 我现在当那个老公啊，然后你给我说我现在手上流着血，我来给你帮忙来了。呀，你谢谢方老师，还有课堂练习是吧？啊，对，对，要不知道你哪一位朋友愿意来练习一下，那我先带个头吧。啊，有人举手，太棒了。对，是 Tim 吗？是 Tim， 对，我是天。
好的。天 ，OK， 好，那你来讲好吗？谢谢。说老公怎么了？老公有血是吗？对啊，就是我现在是你老公啊，你一个电话我就来了，但是我手上流着血，我拔了吊针，我连个棉签都不弄，啊，那你不能骂我，你现在怎么表达？老公，嗯，你老公你疼吗？我不疼，我疼啥呢？你这事儿比我这疼重要的多。可是你这么多血，我看着很心疼。哇，老婆，你这话说的我好暖心啊，嗯。还有了吗？嗯，那老公，你觉得现在你需要什么？去医院吗？嗯，我不需要去医院，你给我个创可贴，我一贴，咱俩赶快给你办事吧，你那事着急。然后我是你老公，我就说，哇，宝贝儿，你我在这儿，我收到爱了，我收到你心疼我了。你看，当时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先生就说他天天跟他老婆吵架，就是因为他老婆这样子跟他说话。OK。那么现在咱们再找一个人，那现在我就是那个火爆的老婆啊，我就说，你看你笨呐，你这么大个人，你连这点事都做不了啊，你这流着血你就跑过来了，啊，你恶心不恶心呀？对，我就是个刀子嘴嘛。那现在你是这个老公的话，你又怎么回答我呢？那个天，你还是可以继续说的呀。Oh, OK， 您是说您是老公，我是老公还是您是老公？我是老婆呀，我现在训你呢呀。哦，嗯，你再训我一遍好吗？太棒了，我特别喜欢训你啊。好，啊，你看你这多大个男人了，你到现在你连个这事情都弄不了，你看你的血流着你就跑来了，你恶心不恶心？我恶心，嗯，我是为了你好啊。你为了我好，你连这点事你都做不了。我靠，你看我这都流血了，你会不会你是我太太吗？对了，你看，这是当时这个男的，你看啊，他就是这样子跟他太太说的话，他们家天天都是这样说话。就你刚才做妻子的时候，你那个话很温柔，你要是那样说，这个丈夫肯定就不会火爆嘛，他马上就柔和起来了，他会觉得老婆爱我。但是你看你这样子，就是我第二次当我指责你的时候，但是你就受不了，所以这块就是反过来说，当我们家里头有一个亲密关系，不管是自己的爹妈，还是自己的老公，还是老婆，他就是这么火爆的一个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流着血，他还这么着指责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说呢？就像你那样子一说，是不是两个人又吵架了？实际上在这块这个老公，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感受爱的能力太差了。实际上你老婆那么着急的骂你说你流血了你笨不笨，她的骂的这个底下是什么？其实是老公我心疼你，老公你跟她过了几十年了，你应该能感受到她的话的后头是心疼你。那么我要是这老公，你试一下啊天，然后你是那个火爆的老婆，那我就可能我就会说，我说老婆，我看你这么急，你一定是心疼我，你看我流血了是吧？别急别急，我也是忘了，哎，你看找个创可贴一贴，咱还是干活去吧。老婆，是不是你心疼我，你急了？好，那个天，你现在告诉我，我这样说你什么感觉？听不到了。哦，我说，嗯，老婆，其实我这个伤口挺疼的，不过没关系。你先帮我那个敷一下吧，然后赶紧做咱们该做的事儿。嗯，其实我是在说，就是刚才我那样子的表达，就是我听出来我老婆那么燥，那个指责的后头实际上是对我的爱和关心。我直接说，老公，其实是你心疼我，老婆你是心疼我，你这么急，哦，不用急，我还没那么疼，处理一下，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就不吵架了？但是往往是我们感受爱的能力太差了，我们在他那个急切的语言的后头感受不到那个爱。所以啊，我就一直在这儿想说一下啊，大家都去体会，就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爱的反义词不是恨，因为很多家长给我说，我那么爱我的孩子，我孩子确实特别恨我，爱的反义词不是恨，当他恨你的时候，那个恨是因为
爱而不得的恨，所以呢，就是愤怒的后头是有期待，他还是想得到爱嘛，他才恨你嘛，他愤怒嘛。事实上，爱的反义词是什么？是冷漠。当这个人他对你都不跳不闹不喊不打的时候，他彻底绝望了。所以当孩子能够对我们喊，当我们的配偶能够啊不停的闹的时候，其实是他对你还是有念想的，他还想在你这儿得到爱呢，然后他才闹呢。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害怕，就是他当他闹的，你看包括我儿子跟我闹的时候，那是青春期嘛，一拳把我们家门都砸了，那个他就砸门这个动作我都看出来孩子在爱我了。为什么？本来这个妈妈不可理喻，我这一拳都可以打到妈妈的身上的，但是我砸了门了，那是我就说，哎呦宝贝儿，你这么爱妈妈都气成这样子了，你都把门都砸了，哦，你这一拳要是砸到妈妈身上，妈妈可受不了，哦，妈妈感觉到你的爱了。但是是不是妈妈给你的爱你没有收到啊？那你给我教吗？你说你想要什么，你乱喊乱叫，你越喊我越害怕，我越不知道该怎么样了，这个是沟通。所以我们说爱的五种语言，第一个赞美欣赏，我觉得还包含道歉，对吧？你的语言除了赞美欣赏他，做错了要道歉。我想问大家，最近的一次，每一个人课堂上现场就思考觉察，最近的一次对自己的亲密关系，就是你的爱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这是我们最核心的关系嘛，赞美了没有？最近的一次赞美是什么时候？是今天还是昨天还是上个星期？还有道歉了没有？我可以给大家说，我可以说我一早上一睁眼睛就是赞美，然后我差不多每一天都在道歉，就给我先生，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他就是给我端一杯茶，我都会说，哎呦，这个茶这个温度正合适啊，不冷不热，你这么用心的。所以他就每一次屁颠屁颠的给你端茶呢，你都不用说，是因为你赞美他了。但是如果我就说啊，这个茶今天这么凉，温度不够，明天要那么烫，你要烫死我呀，放到谁都不会再接着去做了。所以你看打吊针那个练习咱们做完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练习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修炼是双向的，第一，学会用别人喜欢的方式爱别人，第二，当别人用了我们不喜欢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也要敏感地看出来他那个方式的后头是有爱的，就是我们爱的触角要灵敏，不要被那个语言所迷惑。就是有的人他就是说话很难听，他马上又改不了，但他那个难听的后头确实是爱的，就是透过烂包装我们去享受那个产品，对吧？但是我们自己尽量做到产品又好，包装也好，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但是对别人可能呢，就是你要是一个好的，你是会买东西的人，你是不看包装，你是买产品的，对吧？只要这个人心好，有时候他说话难听，你跟他心平气和的沟通，不要被他所带走，对吧？但是也有一个来访者，他就说，我就说，哎呀，其实你老公挺爱你。他说，对呀，我知道他爱我，他人也好，啊，家里挣的钱都给我，也舍得给我花钱，舍得给我出力，但是那个嘴太难受了，一说话我就暴躁。我就说，那你能不能接纳他这一点啊？你是买产品的嘛，不买包装嘛？最后这个人说，哎呀，他那个包装也太难受了，上面都是刺儿。我的手下不去啊，就是我真的想要这好产品呢，但是这盒子我现在打不开，那包装全是刺儿。所以就是个人修炼是双向的，第一，用别人喜欢的方式爱别人，第二，当别人没有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我们要告诉他，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这个，这就是爱的感知的能力。现在尤其是小孩子感知爱的能力特别差，他总说家长不爱他，事实上家长没有培养出他感知爱的能力。就是有的时候，就比方说当妈妈跟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孩子说，哎，这个妈妈不可理喻啊，你我要把你杀了啊，或者你是个坏妈妈，孩子经常这样说，爸爸可能就要给孩子就要说了，其实妈妈刚才着急，可能害怕你的眼睛啊，玩手机时间长，妈妈心疼你的眼睛，妈妈心疼你的颈椎，哦，我发现虽然妈妈嘴巴难听说话啊，妈妈是爱你的，她才关心你，
就是得有一个人去让孩子去感知到别人的爱，不要是老让孩子去注意那个，比方妈妈说话难听的那个部分，妈妈脾气暴躁的那个部分，对吧？还有第二个课堂练习，女儿在学校被欺负了，有一个家长就给我说，他女儿回来了，衣服是湿的，说是同学，也不知道是开玩笑的，也不是恶作剧，反正就故意的把水洒到这孩子身上了，孩子衣服湿了，然后就回来了。那这个时候妈妈第一句话说什么呢？其实我们说赞美欣赏的话，往往是这个人啊，考试考得好了，学习成绩高了，我们容易赞美。但是当他出问题了，那这次成绩特别差，或者今天就是在学校被欺负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说呢？哪一位可以试一下吗？有一位好像冰温。OK， 试一下。哎，谢谢。我会问啊，你怎么回事儿？怎么衣服会是湿的？同学把水泼到我身上了。为什么要？他们好多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多人，他们泼了我了。那么你衣服湿了，你怎么办呢？我就受着呗，我忍着呗。为什么不去告诉老师呢？我不敢啊。老师坏吗？那你怕老师会打你吗？我不知道。人家欺负你，肯定是人家不对，你不用害怕。你应该去找老师来那个，我觉得应该去找老师啊，我觉得老师应该来主持正义啊。OK， 这个妈妈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理。那个依琳，我想问你啊，如果你是那个姑娘，你现在心里感觉到什么？我觉得我是在和一位老师在说话，不是和妈妈。你心里没有感觉到温暖是吧？对呀，因为衣服湿衣服在身上肯定是不舒服的嘛。那我希望如果妈妈能看到我，她应该感受到我很不舒服，首先先把我这不舒服的状况去。不过我要是我会先把她衣服给换了，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我会问他是个什么情况，非常非常好。对，因为刚刚是也是我先道歉啊，就是那个没有，可能是因为我突然在你没有准备的情况，就是把你点名了，所以现在很踊跃。那个方老师，你看看还有几个都说要试一试。对，依琳，你在里头吧，我不愿意，我就不方便打开那个。一打开我就屏幕，我自己看不见。赖愿意要试一下是吗？赖，你开了你的麦，他举了手。好的，我特别鼓励大家做这个练习。好的，赖你好，我是他呀。女儿啊，你那个衣服怎么湿了呀？别人把水泼了吗？那你冷不冷啊？先把衣服换了吧。好吧，我挺冷的。来，先去洗个澡，我们待会儿再说话。好，我洗完了。洗完了。哎，女儿，那个衣服怎么会湿的呀？别人把水泼在我身上了吗？是有什么原因吗？不知道，没原因。不知道。那你当时心里是不是很害怕呀？对，我很害怕。不用怕，妈妈会在这里帮你。你自己都笑了。你看啊，咱们前面刚才说的，咱们再回到 PPT 前面那个，看啊，人和事儿分开。这两位朋友，我首先赞美你们两个。方老师还有一位再试一下。还有一位，好的好的，再试一下。Tanya 是 Tanya。你刚说要来试试做妈妈。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好。那我来试一下我这个妈妈版本吧。女儿，你的衣服怎么湿了？别人泼水了。
能不能跟妈妈说一下是怎么回事？那我就在那站着，我突然他们就把水泼我身上了。哦，那是你认识的同学吗？是的。哦，那赶紧换一下衣服吧，待会能不能，你愿不愿意跟妈妈说一下是大概的情况？我说不出来，我不知道为啥。哦，哎呀，你一定感觉不太好吧？嗯，是的。啊，这些同学你认识吗？我认识。哦，你要换完衣服了吗？换过了。好。哦，你希望妈妈怎么帮助你呢？嗯，也许妈妈帮我到学校问问老师吧，因为我不敢跟老师说，我害怕说了以后他们更欺负我了。哦，没关系，好的，妈妈，你看，明天妈妈陪你一起去学校，妈妈也很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嗯，同学会往你身上泼水，你们不是在一起玩吧？嗯，没有跟他们玩，我就一个人在旁边站着呢。嗯，哦，好的，嗯，好，嗯，妈妈会明天，陪你一起去学校。我们跟老师说一下，我相信我们会把情况弄清楚的。好，但是妈妈，我也希望你给老师说，不要让老师，就是让他们觉得是我给老师告状了，就是我不需要，我害怕他们在报复我。看妈妈怎么样跟老师能把这个意思说清楚。好的，好啊，女儿，你也很关心别人啊。嗯，妈妈相信老师一定会了解清楚这个情况啊。嗯，那我也相信这些同学，如果他们是有恶意的，他们也会了解到你的感受。嗯，那以后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妈妈也希望你回来跟妈妈说。嗯嗯，谢谢。好。嗯嗯 ，OK。那你觉得现在还你现在感受好一点吗？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妈妈。好的，那我们一会我们就可以吃晚饭了。你要不要吃些水果？嗯，好的。谢谢。那咱们就可以到这儿了，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我就是想其实在座的有很多人可能都在听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妈妈啊，天呀，是吧？是不是天呀？啊，天呀。我体会，我说一下我的感受。我说这个妈妈她是关心到我这个人了，她没有翻来覆去的问那个事儿，就是我刚才讲了要把人和事儿分开呢，就是当我们去跟这个人共情的时候，这个人才被看到。但是往往是我们就老问为什么泼水啊，你先问我害怕不害怕，我冷不冷，这就叫共情。哎呦，你一定当时很愤怒吧，你一定当时很生气吧，你一定莫名其妙吧。要是妈妈在那情况下，妈妈都可能都跑回家了，都不上学了，你竟然把四节课都上完了。妈，你看这又是在事情的后头看到积极的部分，对不对？就是哎呀，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哦。然后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刚才这位家长说的，你需要妈妈做什么，这个才是。你看很多孩子在外头受了欺负不敢回家里说，就是一回来我只要一说我在外头受了欺负，回到家里还要被骂一顿，那我还不如不说呢。你这个不说，就很多有些女孩子在外头真的受了那种性侵害，她都不敢说，这个其实很可怕的。一定要把这个口子给打开，就让孩子不管什么都给你说。而他怎么样能给你说，就是他每一次说的时候你先共情，你先别翻来翻去问那个事儿，把注意力放到人身上。我们说的人文关怀人本主义指的就是情绪上先把这孩子接住，看到他的情绪先跟他共情。 OK， 所以我们回去以后，你看现在已经都9点了啊，我们做爱的实践。爱的实践除了用你的语言去表达这个赞美欣赏，包括道歉，还要有肢体，对吧？还要有目光。人家有人说嘛，当你定定的用你的眼睛去直视一个人的话，几秒钟之后你就能爱上他啊。我还不信，
我后来我就对着我老公我就来了几次啊，我就发现特管用，就是有的时候他在那书房里他干他的事儿，我就把他书房门推开，我什么话都不说，就你看我这是应该也是人老珠黄的眼睛了啊，但是我仍然是默默含情的看着他，我什么话都不说。哎呀，过一会儿你知道了，他就感觉到我注视他了，他就看着我呀，一个很甜蜜的笑容，然后他就说，宝贝儿，你要什么呀？你需要我给你倒一杯茶吗？真的这个目光是很管用的。所以我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家长跟孩子说话没有目光相对，这个是不好的，一边跟他说话要看着他，有些家长自己玩手机干什么，孩子说啊你去弄什么呢，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呀，眼睛输来的也是你的语言呀，大家用自己的眼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把你的心灵的窗户打开。另外这还有一个啊特别重要，如果你这个孩子不跟你说话，而且呢你把他抱都抱不到怀里，然后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眼睛从来是回避你的，我就告诉你这个亲子关系真的是有问题了。真的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妈妈把他带来的时候，走的时候是个女孩子，我说哎呀老师抱抱你吧，他就很乖让我抱，我把他抱完了我说妈妈还在旁边抱抱妈妈吧，结果他就恶狠狠地把妈妈瞪了一眼，我才不抱他呢。你看，当我们心里头和别人有距离的时候，我们身体是打不开的，我们眼光是回避的，所以你就拿这两点去衡量一下，你们家这个爱到位不到位，对吧？这个就是一个觉察嘛，就去觉察这个东西。啊，然后这个视频咱们今天就没时间看了，这个就是这男孩子在讲，就是，他妈妈一辈子就想让爸爸说一个我爱你，但是爸爸从来都不说，后来妈妈得了脑瘤了，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爸爸在追悼会上就在那念念到最后不念了，为什么？那张纸后边全都是我爱你，但是这孩子就说你现在说顶什么用啊，我妈活着的时候就那么想让你，他就说我爸赞美我妈唯一的一句话就是他妈是个医生，他爸就说过谈恋爱的时候说过一句赞美的话，你穿白大褂真好看，等咱俩结婚了我给你买个白裙子，他妈妈就说这就是我老公一辈子给我说的一句赞美的话，再后来就没有了，那就是指责批评，嗯，然后就老从来都说不出来我爱你。所以今天这个练习是回去，今天这课听完回去先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孩子先表达一个我爱你，不要到来不及那一天了想表达没时间了。而且我们说我们去夸自己的爱人夸自己的孩子，别夸你真棒你真棒，现在的孩子都说这是妈妈又玩套路了，就是太频繁了，我就发现贫乏语言贫乏可以这样子夸啊，就是孩子给你啊边干了一件事情啊，然后你可以说哦哎呦真的我没有想到你都想到了哦，然后你说哎你真棒这个事情我都没想到你想到了，哇孩子今天很开心，我妈妈喜欢看到你开心的样子， OK 他以后他就会尽量的去开心嘛，哇当他孩子表达的时候可能你心里根本就不同意，但是也他有他的道理，哦宝贝儿你说的有道理，那你可以继续往下多说一点，妈妈愿意去去了解，对吧？哦他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就你好聪明你自己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时候孩子他就有自信心了嘛。你写作业写得那么认真妈妈真的很感动，可能他今天就是做得很慢他就做俩小时还没做完，但是他认真对吧，他有耐心对吧，妈妈很感动，然后呢你已经很努力了你会越来越好的，妈妈相信你，最后无论发生什么爸妈妈都会永远和你一起去面对，而不是刚才视频上那个啊你是笨呀猪脑子呀，不是那样子的话，是这样子的话，你相信大家啊，就把这七句话你天天说，你这孩子就会越来越好，因为这个是让他能收到爱的，就跟那个你种了一盆花你不给他浇水你不给他晒太阳这花是长不大的，你这七句话天天说你就等于给他浇水给他营养给他太阳，他就哎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阳光，你想要的结果他自己就来了，而不是你给他说你这花为什么不开，你硬着把这个花头抬起来对着阳光，它还是滴了着，水没给够肥没给够，对吧？回去做这个练习哦，
本周的成长作业，我需要大家截屏回去要做，因为下个星期我们要回课的要复习的。就是改变你那个不能，在重要他人做的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里感受到爱。重要他人指的是什么？亲密关系，你爱人，你父母，你孩子，这是你的重要他人。你就看这个星期，你看他哪一件事情你做的不喜欢，但是他后头是有爱的。这个作业大家这个星期做，面对一件你不赞同的事儿，就是你爱人或者你孩子他做了一个事儿你更不同意，但是你能不能把人和事儿分开去思考去表达。第三，观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不喜欢的事儿，试着找到积极的部分，就是别像那个医生的太太，那医生把饭做好了说你咸了淡了的，咸了淡了没好了，最后就是什么锅盖不盖，抽油烟机不关，不是的，我们试着反其道而行之，哪怕他这事情做错了，但是能不能找到积极的部分，这我们就从苍蝇人变成蜜蜂人了，这个叫积极心理学，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好。然后呢，这个星期自我觉察，观察一下自己家的孩子或者是爱人啊，去和他沟通。就是你也问问他嘛，我是什么样子的，我是不是就跟你沟通的时候让你收不到爱，对吧？去观察一下，然后和自己爱的人去沟通一下。最后，爱的五种表达的第一个，赞美、欣赏、道歉，你和你的爱人互相给对方打个分，你让他给你打个分，你给他打个分，你也可以给自己打个分，也让他给自己打个分。一定会发现一个东西，咱们下一周看发现了什么，这个就叫成长啊。就是这个从零分到十分，满分是十分，你们先给爱人打个分，让爱人再给你打个分，你也可以自己打，和孩子之间也可以做这个像个小游戏一样嘛，也加强家人的沟通和连接啊，就说哎玩个游戏嘛，对吧？好棒！好，今天咱们就到这儿。这个是咱们的二维码，就是咱们就害怕万一下来，咱们要有些问题，是吧？好，谢谢大家。大家扫码，因为我刚发到那个聊天那里也是这个二维码，然后我又想，就是方老师他也现在正在就是跟大家一起 share 这个截屏啊，你看看大家可不可以截个屏这样进来。对，谢谢，好精彩啊，方老师，谢谢、大家不要忘记做作业，不要忘记下一期再来上我们的这个谢谢课堂。好，谢谢大家辛苦了，晚安。